嗨，我是 Cover。我们今天要去这个骑车去武岭玩哦。年轻就是要热血，今天我们就是要骑它。这是 Cover 黑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这个朋友碰面。OK，拜拜。中国，现在我有冰淇淋。我拿一个东西，拿个东西，大小了。早上好，中国。哎，等一下上去，如果想要那个，不是，加衣服再加。在找武岭步道，到底谁说要上来了？王八蛋啊！拿那个现在录的王八蛋啊！干你娘！王八蛋！啊，好累啊！那要自己走最慢。好吧，没有李志才，他死掉了。他应该是倒在那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上面有一间网咖，你们现在已经跑上去。我已经跑上去，然后我们家上面不下来。对。我还以为今天好天气，结果他妈长这样鸡掰。没有，骑上来的时候蛮好的。对啊。其实是因为雾太大。哇！来，快点！不要边睡边走。好起啊！在武岭睡着的男人。你就是还想要跟我们出来玩吗？在学校睡，来武岭也可以睡。哇操！你真的是牛逼啊！在吃饭也可以睡，你练武也能睡，你骑车也可以睡。我靠！哇操！在。在地美食，在地美食，在地美食。你在这里开一间早安美之城好了。早美之之，美之之。哇塞！哇！芝芝，芝芝来来，芝叫一个。李之才，叫一个。芝芝，你芝芝怎么叫？你五彩怎么跳的？你刚刚骑车有没有骑到对象？芝芝。我只有看到他有骑到对象。傻笑。但是那个、啊，我在约人前面的时候，我在边聊天直接外掏，太死我了！我要边爬边叫吗？可以啊，蜘蛛王。哎、欸，他等下睡着怎么办？对啊，睡。感觉睡起来变冰块。怎么小了？这里像是通往天堂的道路。你要瓜子吗？必须的。来哦！这有点难。我的瓜子，到时候种一盆瓜。到时候两年后回来，你可以回来检查一下，到底有没有长出来。我刚刚撒一颗下去了。LeBron James， 那调很久了。哇操！有没有？哇操 ！LBJ LeBron James， LeBron James 鞋子的 LeBron James。My best friend.
二天，我只能说这早餐真是，哎呀妈呀，真香啊！妈呀，真香啊！妈呀，真香啊！我的妈呀，妈妈咪呀！这早餐配这个风景，哎呀，真香啊！好了，开吃了。我们等一下准备去清境农场玩我们的最后一站，然后就出发回家。这个风景真的美啊！哎，后面有死，后面有死，后面有大死，有大死！我操，还有！踩到了吗？差点！哈哈哈哈哈！不灵验，不灵验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干杯！你要逼我放我手啊！